我们现在赶回饭店了。虽然一大早骑脚踏车很凉，可是太阳差不多八九点的时候，哇，热，真是热。所以啊，防晒还是要做的。哇，卧龙大道其实还不错。视野辽阔，还蛮过瘾。我们终于到酒店了，我的天哪！啊，真是是，因为他们家的早餐是要预约的。啊，我们预约九点了，现在8:50了，定。嗯，给咖啡等。我的屁股好痛！看你要怎么穿，反正停着就好了。哦，这样就可以吗？谢谢。很热哦。哈哈哈哈哈！满身大汗，谢谢。谢谢。我们现在去鹿野高台试试看，看有机会看得到热气球。因为刚刚要去备勤场啊，就看到入口处没多久就有一个牌子写。疫情关系啊，禁止开放，那会被罚钱的，所以我们决定不去赌了，那就转往鹿野高台试试看。啊，看不到热气球，就只好打道回府了。啊？热气球嘞？有场地，没有气球。你只记得骑脚踏车，还有60弹在。